我身边这位呢是我的女儿Jessica， 然后这个是爸爸，啊不是，不要让 Jessica 打我，来 Jessica 就咦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八德落羽松森林公园，是森林吗？好像没有特别，就是八德。对，好多人，假日好多人，我是到了这边才知道今天是假日。对，真的很漂亮，超级好看。而且难得今天不冷，今天有20度，所以我们就慢慢欣赏这个落羽松的风景吧。叫落羽松，就是因为它的叶子，它就是长得像羽毛这样，然后它在就是时间到，它就会掉下来，它就会掉，就像羽毛掉下来，它的落是，可是它在上面会比较好，对啊。